脸上的细纹也多了好几条。都说认真的女人最美，我看是认真的女人最憔悴吧。想要事业美貌兼具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？每一个认真的女人都值得拥有美丽，只要做好肌肤保养，你都可以变成最美的女人。天使，快教教我吧。皮肤的保养要做好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洁了。 Canebo 的这一支大 K 洗颜皂霜里面充满了这种保湿的成分，搓出泡泡之后黏密的程度会拉起来，还会有牵丝的感觉。如果说有些时候你想要做一点泡泡的清洁面膜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泡泡留在你的脸上大概30秒钟，这种疗愈舒服，感受到皮肤干干净净的这种感觉，是现在日本名媛贵妇都爱的。只要把脸洗干净就够了吗？其实皮肤的清洁还包含了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角质的代谢。过度角质堆积可能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暗沉不明亮。这一瓶美颜角质美容液，它让你的角质在每一天的保养过程当中形成一个自我的更新代谢。当然在周年庆的时候，品牌也会带给大家不同的优惠。大 K 洗颜皂霜买大送小，买美颜角质美容液，顺便把抗老的水乳一起带回家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在你脸上偷偷的留下很多的纹路，你没发现吗？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你会发现你脸上的胶原蛋白渐渐的流失。这瓶翠玲补纹活肤精呢，它被昵称为小紫瓶，它透过了胶原蛋白协同玻尿酸的作用，就好像这种五爪拉，提升你皮肤表面的这个紧致张力，它都被昵称叫做肌肤的挂烫机。那么里面还有一个独家的开凝脂的处方技术，会形成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一层薄膜，保水力紧致力更完整。在周年庆的时候买加大版就送你这支美肌美颜按摩仪哦。你说的这个是针对局部，那全脸的话我要怎么照顾呢？你真的是认真的学生，都有仔细在听。凯文老师赶快报好康给他吧。我想喜欢 Canebo 的朋友都知道，局部的纹路交给小紫，全脸的呵护就交给小橘了。它透过了这个浓郁但是非常好吸收的质地，薄薄的一抹，让你的皮肤瞬间水润，厚厚的擦一层就会有晚安面膜的效果。在周年庆的时候，你只要买润活紧致霜就送给你补充品，哎，一样是30克，不趁现在好好的用保养品呵护自己，还趁什么时候呢？谢谢天使，你真是我的救星，让我的保养可以和工作一样精准有效率。